家好，我是盛智仁，我在 Master Cheers。 我过去在职场上面曾经经历过在学术界、媒体、台北市政府研考会办理听障奥运，以及在文件会跟建国百年的筹备活动，到现在在这个饭店业的工作。我在经历了很多职场上面的这些转折，以及不同的管理职位。我希望在 Master Cheers 的课程里面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过去的一些经验，在管理上面大家常见的一些概念跟迷思，怎么去运用跟打破，还有就是在团队建立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 do's and don'ts，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好的企业文化，然后真正能够面对在职场上面这种不断变化的挑战，希望对各位朋友们能够有一些职涯上面的参考价值。我是盛智仁，我在 Master Cheers。